好，今日较早嘅时间咧，梁君彦佢以我同游慧晶面对紧司法复核为由押后咗我同游慧晶嘅宣誓嘅程序。我喺呢度咧，我想提醒全香港嘅市民一点：上个礼拜一嘅时候咧，其实已经有一个香港市民就我哋两个嘅议员资格进行咗司法复核。所以立法會主席亦都即係梁君彦喺上個禮拜二朝早嘅裁決嘅時候咧，佢裁決我哋可以再次宣誓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有考慮埋有司法覆核呢一個因素。喺法理上面，我睇唔到有任何一啲新嘅進展或者新嘅理由係令到梁君彦佢作出一個完全相反嘅決定。冇理由特首入個司法覆核就可以改變到佢嘅決定，而一個小市民就唔得㗎，係咪？亦都換言之，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政治嘅決定。建制派威脅製造流會，梁君彦就話因為要去確保立法會嘅正常運作，所以順應佢哋嘅要求。咁係咪建制派佢哋往後每一次去用呢一種制度上面嘅暴力？去威脅流會，咁我哋嘅主席就要跪低。作為立法會嘅主席，就首要同某一個派別去合流，剝奪民選議員行使憲法權利，將立法機關尊嚴拱手相讓。我夠膽講，梁君彦佢絕對冇資格繼續做呢個立法會嘅主席。聽日嘅大會，我本人去入咗檔案法嘅書面質詢。亦都有關於中史教育議案辯論嘅修正案，所以聽日十一點，我會準時行翻入呢個會議廳，引用《議事規則》第18(2) 條，即場要求宣誓，履行議員嘅職責。而梁君彦係冇權去阻止我進入呢個會議嘅議事廳。今日行到嚟呢步，我哋兩個早就做好心理準備，有人會怪責我哋拉埋。司法嘅系統作為陪葬品，雖然主動嗰方唔係我哋，其實而家嘅情況就好似一個童話故事《國王的新衣》咁樣。呢個故事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我哋選擇咗去做故事裏面嗰位小朋友，雖然對某啲人嚟講可能唔討好，但我相信大家最後會明白我哋最後嘅原因。就算有人堅持要將他們手上的石頭砸向我們，而不是砸向當權者，我也無怨無悔，因為我問心無愧。最後，我和游慧晶雖然是議會資歷裏面最淺的新丁，但我們將會誓死去捍衛這個議事廳的尊嚴。我們雖然年輕，但我們會誓死捍衛香港人建立的文明和秩序。多謝各位。主席，不好意思，我不能說。主席的決定咧違反了《議事規則》，主席以《基本法》第72(2) 條同埋《議事規則》第19(1) 條押後我同梁仲恆嘅決定係毫無理據。根據《議事規則》第18(2) 條列明，進行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嘅宣誓咧係無需事先作出預告而進行。《議事規則》第19(1) 條，主席有權去決定調動議程。但是第18(2) 條所謂無需事先作出預告而決定而進行咧，必定是凌駕於第19(1) 條嘅。咁等於大家經常都聽到的主席人數不夠，我要求點算人數，咁就是所謂的無需事先作出預告而進行。主席是無權禁止的，所以聽日我和梁仲恆會要求宣誓，主席同樣都是無權禁止我提出的。退一萬步，假設主席有權調動議程，主席亦都無權為宣誓的人進行篩選。我必須要指出，進行宗教式或者非宗教式的宣誓咧，是一個議程的事項。如果主席希望調動這個議程的事項咧，就一定要整個調動。
而不可以分拆做個別幫個別的議員進行宣誓。我和梁仲恆就押後宣誓，這樣是嚴重違反了議事規則的。而剛才主席又聲稱建制派議員表示不惜用任何的代價不給他兩個宣誓，這個是我認為重大的事件。咁基於一個咁片面而無稽嘅理由，竟然可以令到主席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咧，不惜違反議事規則嚟壓後我同梁仲恆嘅宣誓，令人遺憾。喺上個星期三，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歐慶祥法官拒絕批出禁制令嘅時候，曾經指出，如果批出禁制令咧，禁止立法會主席為兩位議員監誓，而後來法庭判決兩名議員有權宣誓，咁呢一個禁制令即係剝奪咗兩位議員行使憲政權利嘅機會。今日主席裁決押後兩位議員嘅宣誓事項，即係變相執行緊呢一個不獲法庭批准嘅禁制令。主席呢一個決定變相剝奪緊議員嘅憲政權利。喺法庭有判決之前，我哋仍然係立法會議員。就算法庭未有清晰的判決，主席仍然有憲制責任為議員監誓。而且如果因為有人去法院挑戰主席的裁決而押後我們兩個的宣誓，那是不是真的我現在找人去法院 JR 個別議員他們的宣誓又同樣要押後呢？而主席聲稱明天不讓我同梁仲恆進入議事堂，會找保安人員把守，這個是錯上加錯的決定。立法會議員的權利受相關的法例保障，立法會主席竟然帶頭違規，而且更加逼保安人員一起做一些非法的事，踐踏緊立法機關的尊嚴，只會令到立法會進一步淪喪，受市民的唾棄。最後，我想指出，今日我哋能夠企喺呢度，背負住近60,000名選民的授權，主席為咗令到議會能夠運作，屈服於部分議員的壓力，僅僅是剝奪緊我哋宣誓的機會、議政的權力，更加是鄙視了背後的民意授權，這個是政治倫理的問題。民主是普世價值，反民主的主席做盡各種的壞事去破壞香港的民主，政府當局帶頭破壞我們香港的法治，對我們兩個人進行欺壓，這個是我們現在面對緊香港的現況。我都想同喺呢度同各位市民講，如果屋企有任何嘅人係唔清楚呢一件事係發生緊啲咩事嘅話，我都好希望大家可以用大家嘅力量，去用任何嘅方法令到各位市民知道依家係立法會入邊發生緊啲乜嘢事。多謝大家。